准备。列举，田将军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。作为一个后勤部的长官，偶尔参加一下聚会是需要的，对吧？对呀，列举，前程的事情追查的怎么样了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我有点奇怪，你们特高课防护的那么严密，他怎么会有自杀的机会呢？田将军，这是我的失误，川岛将军已经责备过我了。列举，我认为田将军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大佐，看来立院科长不太想跟您谈论这个话题。在赶往县城的路上，锻造厂是田中大佐新征调的工厂吗？田将军，什么事？锻造厂遭到袭击，你在那边有安排吗？我们马上过去了。
走，走，顺利吗？里应外合，这场仗打得漂亮。但也如他所说，我们可以找到封印计划的线索。 大佐阁下，属下无能，实验室遭到敌人的彻底破坏。